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家请放掌。慈悲三昧水忏就是忏悔我们的罪业。我们罪业在哪里来呢？就是由我们的三障，三障就是烦恼障、业障和报障。烦恼障就前几堂就跟大家介绍了。咁业障，我哋时时咧就听到就话希望咧业障消除。咁样我哋点样能够令到业障消除咧？业前期我讲过系点样形成咧？系咩嚟咧？就系从我哋嘅身口意上面有嘅意志行为。这些就叫做业。咁由于我哋嘅烦恼而令到我哋身口意上面嘅意志行为咧，做咗种种嘅恶行，咁而咧产生啲障碍，所以咧就叫做业障。咁所以推理嚟讲咧，我哋烦恼越多，造业咧就会越重。咁咧障礙咧，亦都咧因此咧而增大。我哋人離唔開呢個六道輪迴之前咧，不論你係做善業，都係有障礙。障礙乜嘢啊？障礙咧你超出呢個輪迴，超出呢個三界因為做善業求人天嘅福報，咁咧解脱唔到呢個生死輪迴。咁如果你做恶业就更惨啦，障碍你去修善。所以咧，不论作恶事或者作善事，如果唔系求解脱嘅，都会产生咧障碍。所以咧，经常有时有讲话其实我哋遍虚空法界里面唔同嘅佛土里面，佛菩萨都有喺度讲经说法，冇话我讲俾你听，唔讲俾边个听。但系点解我哋听唔到咧？就系咧业障重。阿弥陀佛喺极乐世界里面，时时都喺度讲经说法，但系点解我哋听唔到啊？就系咧我哋众生业障重，听唔到佛菩萨讲经说法，所以咧。有时话我哋咧读好多经求佛菩萨加持，但系咧好似咧又得唔到感应，呢啲咧就系每个人咧个业障重与轻咁分别啦。咁样我哋点样可以忏悔呢个业障咧？希望呢个业障消除咧？首先呢，我们忏悔要第一要时时忏悔。怎样时时忏悔啊？就是呢要有一个反省的心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时时提高一个警觉，提高自己的正念时时警醒自己。我们会失去正念，因为什么？因为呢我们随时有妄心妄心呢就很乱的。咁所以得到境嚟嘅时候咧，就俾现前嘅境咧就转咗去啦。现前嘅逆境，自己咧俾转咗去咧，就会好沮丧或者咧受到攻击啦好愤怒。咁咧，因此追住个境咧，你就去做呢个恶业啦。所以我哋真正有一个忏悔心，就系唔想去做恶业，唔想去再结呢个恶缘。点样呢？就时时抱住一个
我警惕自己一个反省自己的心。另外呢仲要发怒了、就是当你反省的时候，觉得自己有边某些地方在身口意行为上面有些好像做得不是那么好做错了、不要隐瞒去、如果有、对方还在的、跟对方、道歉。所以呢发怒忏悔这个也是能够消除我们的罪业。我们做好事呢就呢不要去张扬、所以有时呢、很多这做这慈善的那些慈善家呢很多时呢他们呢就不会出名，不会去着相，不会执着，因为你执着着相呢，我给了多少钱啊，我怎样怎样啊，你会求什么啊，求回报是吗，我呢帮了这些人怎样、我做这么多好事、为什么自己呢还是这么差，会起烦恼。所以呢、我们做好事的尽量呢就去低调、总之尽自己的能力去做。我好记得呢、以前的 司长曾经跟我讲过，因为那时候呢很多年前呢就、佛教呢就没那么兴盛，所以呢经书呢也都是非常之呢至少要去印比较罕有的。咁嗰时候比较印经书比较印得多。咁有印经书嘅时候呢要寫名啊，去出嗰啲版社呢去印刷咁样。咁我呢就睇到自己司长呢佢唔寫名喎、咁我觉得奇怪，就好奇嗰时细个就问啊，点解明明司长你有出道功德，点解唔寫名喎，佢话出咗就係出咗自然会知道，如果你寫咗落去你咪俾人哋拜，点解明明点解读经呢，如果部经书呢仲好啲，经书攞嚟读嘅啫、你坐落去喺度读，如果拜忏好咯，你拜呀拜一拜，你成部经书成部忏本呢就係拜落去啦。咁变咗呢，虽然我啲名呢就喺嗰个本忏本最后嗰一页，但係呢个人一拜落去係咪成本忏本都拜呀、我听到真係好有道理。咁我先明白到喔，点解有啲人会寫佛弟子呀或者四洞弟子呀寫咗就算啦。一来呢就破除自己嘅執着，二来呢亦都有道理，你寫咗落去喔、真係人哋呢礼拜嗰时候就拜你嘅名啦。咁所以呢我哋做咗善嘅事呢就呢喔、随自己嘅心力，随自己嘅能力去做咗就算啦，唔好求系有回报。如果你做咗恶业呢你能够讲出嚟或者系坦白咁承认话呢，一来呢你会知道嗰件事系自己唔啱，人哋知道咗之后话俾你听，我你应该咁做。自己的正念又多了二来呢人家说你了你呢也都呢所谓叫做消业了。所以呢当我们很认真学佛的时候或者呢旁边的人呢委破你责怪你，自己呢都平心静气正心想话觉得系咪自己有错呢，有错呢就改，冇错呢就勉励自己千祈唔好呢起一个嗔心或者呢佢咁样对你，起一个报复心，岂有此理，
睇下咧啊，有咩姻缘时节啊？而家你咧，哦，俗语讲话啊，你时运高，好啊，你得势好，我等待你咧几时咧失势咧，时运低嘅时候嚟，哈，我咧就嚟报复你啊！所谓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千祈唔好有呢个心啊！要觉得咧，哦，呢啲咧可能过去生咧自己啊做咗恶业啊，结咗恶缘，所以咧今生哦一缘到啦，所以咧当一个系消灾灭罪。如果能够遇到呢逆境嘅时候咧，你能够欢喜接受，咁咧唔好去啊起嗔心，咁你就能够消业。如果你起嗔心、起怨恨心嘅，哦呢、这个结咧点样啊？越结就越深啊！冤冤相报何时了呢、啊、所以啊，无量劫以嚟咧，我哋过去生做咗几多罪业，个个都唔知道。做咗冇办法，唯有系乜嘢呢？唯有就系、是、我哋今生有能力，有咁嘅善根。啊，因缘成熟，啊，受呢个业报，就欢欢喜喜去受，啊，自己咧诚心改悔，咁自然咧，啊，心诚咧，自有佛菩萨感应，就会加持你入。所以啊，当我哋咧，哦，睇见人哋行善啊，啊，做好事啊，哇！话嗰、那个功德主、哦，哦共僧、哦，啊送上堂大斋、哦，千祈唔好啊，嘿，好叻咩？啊，哇你好要威啫嘛，千祈咧就唔好咧啊，生一个咧啊自己咧做唔到咧，就咧自己咧个心咧去妒忌心，千祈唔好啊，呢啲咧亦都系自己业障啊，唔能够生起个欢喜心，呢、这个亦都系要忏悔嘅啊，所以咧啊，如起事上嚟。人哋好言相劝嘅，啊，自己唔能够接受嘅，这个、呢个咧亦都系自己嗰个所谓业障重啦，啊，障碍咗自己听唔到啲好言好语，啊，等自己咧唔得到进步，所以咧就要忏悔。我哋睇下世间上好多嘅灾难，你睇下全世界好多国家最多灾多难嘅国家，通常咧。他们的里面那些人呢、啊、政府的管理呢都是比较怎样、啊、比较、啊、乱，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少至到家庭，如果大家都很和睦相处的，是不是大家在家庭里面、哦、都会很开心啊，大家唔会啊，兄弟姊妹虽然 啊都系同系父母所生，但系咧有啲家庭系咪大家咧互相猜忌啊？仲有兄弟咧水火不容，有啲咧大家咧都系非常之好，哇！兄弟如手足啊！呢啲咧就系因为点样啊？即系我哋每个人嘅执着啊、习气啊。如果我们大家都明白这因果的，事事有一个谦让退让的心呢，小至家庭、啊、一个很温馨的家庭，大至到团体社会国家呢都怎样、啊哦、很和平。所以呢、啊、我们若果我们真诚地忏悔，日日咧，时时刻刻都好似头先所讲，保持两个心咩啊？反省嘅心啊啊！做任何事嘅时候，自己心平气和。所以啊，净土宗就有讲话：，我哋时时点啊？佛在心中啊，因缘环境可以嘅啊，我哋咧啊，念佛念出声，
环境唔许可嘅，啊，或者去到洗手间啊，啊呢、这个唔干净地方嘅，点样啊？佛号喺心中，啊做紧事嘅时候，佛号咧都喺自己嘅心里面，为乜嘢？保持嘅心境平静，心境平静咧，你的正念咧就会现前。咁当你咧突然间遇上个境啊，好似突然之间，哦，有人话你啊。或者是同事之间，哦，有啲问题出现嘅时候，就咧唔会话对住个景，突然之间个景就俾个恶景转咗去，啊，起恶念或者咧啊身口意上面咧啊发出行为咧做咗啲恶业，咁啊将来咧就招感到恶果。咁所以咧。如果我哋身口意三业方面啊，唔种咗呢种种嘅恶嘅种子，咁啊啲恶嘅种子唔起现行，恶嘅果报亦都唔会嚟，咁自然我哋嘅业障咧，渐渐咧就咧消除。所以咧啊，我哋同人相处啊，遇到种种嘅人事方面呢，啊，大家不同的啊意见啊，不同的观念的时候呢，如果每一个人呢都互相尊重，这样呢就不会有呢纷争。所以啊，当我们明白到这个道理的时候啊，我们受到人哋毁谤啊，或者诋毁你，诶，需唔需要啊起烦恼咧？我哋有咗呢个佛法嗰个熏陶咧，渐渐咧，我哋慢慢咧个心就会平复咗啊，对于自己嘅烦恼咧，亦都减轻咗啊，心嗰度仲存咗个善念咗啊，感恩佢啊。嚟攞呢个警嚟警惕自己，嚟提升自己，诶，亦都验证自己究竟修行咧嗰个层次去到边度？修行层次如果自己有提升到啊，对于将来自己能够有冇把握啊？我哋佛教讲，我哋将来能唔能够解脱到呢个生死轮回，靠咩啊？临终一念啊，临终。要提起呢个正念啊，正念就要心不颠倒啊，啊，心唔颠倒，系咪靠到时啊？到时嗰最后下，冇人知道，除非你修到有功夫啊。如果唔系，你知唔知道几时你系生命嘅最后一点啊？唔知道噶，啊，突然之间嚟噶，啊，唔好讲行出门口啊。你在这道屋里面，你另一另住面都不知道个生命存不存在。所以四十二章经有讲，佛陀问他弟子，究竟我们人的生命在哪一个时间是属于真正结束？有个弟子说一日一夜，佛陀说不是啊，今天和明天不是啊，一个钟头之间不是，有个弟子说呼吸间啊，所以一呼一吸，你一呼一吸不到，生命就结束了啊。所以小乘佛教呢啊，我以前师长呢就在柬埔寨就是学接近过的小乘佛教，他们小乘佛教呢教弟子呢就念什么呢？佛陀，即是翻译为佛陀，因为他是依我们呼吸，当我们人的呼吸突然之间，因为你不知道几时无常来的、啊、意外是没有人预测到的，那为了保持自己的正念就是靠这一念，你人死的时候怕你会身体亲心就堕落恶道，所以你如果时时保持一正念的话，就咧唔
会堕落恶道。所以小乘佛教教佢啲弟子话：佛陀，佛陀就系你呼吸，你喷出去，佛陀。咁变咗咧啊！你喺任何时候抱上你嘅时候，唔使惊，你都系咩啊？喺个正念里面。所以我哋时时保持嘅善念嘅话咧，我哋嘅灾难都会少噶。所以咧时时话啊，香港系一个福地因为咧香港咧事实上真系咧善心系比较多噶好似以前有保良局嘅筹款啊，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啊？嗰阵时啊，保良局筹款啊，好多时街边都有啲嗰啲卖旗筹款啊，义盲好多。咁呢啲咧都系咧我哋大家嘅善念凝聚住，所以咧好多时嘅灾难我哋至少好基本嘅地震风灾、火灾都比其他国家少，系嘛？好似台湾咁近好惨最近好似又话地震所以我哋真系有福，但系我哋要惜福能够正所谓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我哋能够喺香港福地咧，更加咧争取多听闻佛法仲要咧学以致用争取喺我哋嘅宝贵人生呢个短暂生命里面咧。不管将来能不能够证到果，乃至到能不能够去到净土，最少我哋要在呢一刻保持嘅善念，要积福培资粮咁咧，我哋资粮多啲嘅，最少我哋善道咧都有一个保证能够生到善道嘅，将来咧能够解脱咧，亦都有希望。咁忏悔业障有咩好呢？头先讲过啦，我哋时时反省咁咧，我哋反省之中咧，我哋咧就唔会做咁多恶业。我哋嘅障缘喺边度嚟啊？就因为我哋过去生做咗多好多好多恶业，我哋恶业就系令对方起烦恼嘅，你起烦恼嘅。你唔中嘅嘢，你烦恼嘢，系咪咧起嗔心，都令到希望人哋唔如意所以咧，今生你遇到嘅果报就系多障缘。咁所以，如果我哋能够反省时时保持一个正念，就做少好多恶业。恶业少嘅恶缘咧，自然咧亦都少咗。好多时咧，我哋嘅外境有时咧都会咧系自己心所现嘅如果咧我哋试下有因缘有机会咧去参加禅修或者系参加下念佛七日禅修七日或者禅七。要自己在一个环境里面最好能够呢在一个环境里面呢是禁语的。香港稍微少一点，台湾的佛七呢它是真的禁严格的，真的禁语。是要你七日在这里不准你请假出去，报了名就要七日都在这里。那就不给听电话电话都要收的。咁佢会提供一个好环境俾你，另外有户七嘅居士，厨房亦都系另外一边嘅。咁喺嗰度咧就可以讲嘢，因为万一话你煮窿嘢煲粥煲滚咗都要嗌埋人或者你要煮啲乜嘢都要讲嘢嘅。咁喺另外一个环境里边，咁而参加佛七或者禅七嘅都唔准讲嘢。咁佢哋嘅佛七咧就。每一支香咧，佢哋系唔停嘅休息时段咧，佢哋系喺度经行绕佛。咁如果万一要办事私事嗰啲洗手间等等嗰啲咧就喺绕佛嗰阵时候，自己咧绕到出边个圈嗰时候咧，就自己静静出嚟
咁啊，翻入嚟咧，等到自己嘅位置嗰时候咧，就翻入去。咁如果能够喺呢一七日里面，喺一个咁好环境里面，专心咁念佛、拜佛啊，或者参禅、打坐啊，同埋听经闻法，你会发觉咧，自己个心静咗落嚟咧，好开心，有一种法喜嘅。咁咧，呢、这个体验咧，就令到你会明白到，真系当你发咗个心起善念嘅时候，样样事会反省自己谦下嘅时候，你个心平静咗嘅时候，你会见到任何人，就算你平时咧见到佢啊，真系咧个心咧好憎佢。听到把声咧都讨厌嘅，你会喺呢个时候咧，你个心咧唔会起烦恼，你个心咧唔会起咗厌恨心，呢啲系咩啊？自己心静咗落嚟啊，自己心静咗落嚟咧，唔会俾自己妄念执着咧啊去纷扰咗自己。咁呢个时候你见到个唔鍾意嘅人啊，平时呢佢帮你攞啲嘢或者同佢倾偈，你都唔想同应佢嘅啊，你都唔想睬佢嘅。喺呢个时候呢，你呢好似呢啊唔会觉得啊个心呢起咗嗔恨心。有机会你去试下啊，去参加下。所以好多时呢啊，有啲人去参与家园嘅时候，或者係当场呢佢心静咗落嘅时候呢，佢会呢啊痛哭流涕啊，或者呢啊觉得有一种悲痛嘅啊，或者呢都好轻安。呢啲系乜嘢？系佢呢心中呢啊嗰、那个恶念呢渐渐消啊，觉得呢啊自己呢嗰、那个啊，过去生做嘅业障重啊，多啊，啊，忏悔心生起啊。咁所以咧，渐渐你就会点样啊？转呢个恶缘咧，就变为呢个善缘。而喺忏悔啊嘅罪业之中咧，我哋三宝弟子、佛弟子就知道啦，喺呢个罪业之中最重嘅就系五逆十恶，仲有咧就系呢个喺三宝里面咧做呢个罪业嘅。但系有时咧，我哋因为佛弟子啊，容易接触三宝，咁有时咧啊做咗罪业自己都唔知喎，咁所以咧喺度咧啊同大家简略我哋。啊，最容易接触到嘅，咁啊，同大家啊介绍一下，三宝系佛法僧三宝啊，大家都知。咁啊，当我哋啊敬奉佛宝嘅时候，我哋要点样呢？啊，譬如我哋有能力啊，好似你哋居士哦，有能力嘅喺屋企嘅哦，可以安奉佛像。咁咧，当我哋啊安奉佛像之后咧，咁有时我哋啊要礼佛嘅时候，我哋就要咧先要咧啊洗下手啊，啊着得整整齐齐。咁咧啊，如果咧唔系全素嘅，咁啊最好咧我擦下牙、朗下口啊，表示啊虽然点样朗口，个口咧都系一个啊，我哋世俗人一个俗气，但系咧表示咗恭敬，呢、这个叫表法，一个恭敬心啊，表示啊，我哋尽量以一个清净嘅身口意三业去啊供养。咁啊，如果有能力啊，有个地方啊，有张台去供奉嘅，咁啊，要时时保持清洁啊，供养嘅食物咧。
因为呢、佛教在印度传来的，我们知道呢、印度传来佛教佛陀时代呢，那时候呢是、的僧人，就算现在小乘佛教、多数呢都是要怎样过午不食的，所以呢我们供奉的饮品、食物呢最好呢就是上昼、中午之前，咁啊，水果都系抹一抹啦，有啲水果咧洗咗，如果你唔系即系食嘅，或者会变坏，咁我哋都用湿毛巾轻轻抹一抹，因为咧喺街市嗰度都会有啲灰尘啊，咁我哋表示一个恭敬心啊，咁啊啲花啊要时时换水啊，隔日啦，夏天啊最好啊隔啦啊，如果真系唔冇时间嘅，咁啊放少少漂白水，咁咧佢就冇咁容易咧一阵起一阵发臭味，或者净系插一样花，好似你插百合就百合，哦插菊花就菊花，咁就冇咁容易咧啊嗰啲水咧变臭嘅。咁总之我哋就系、希望用一个最清洁嘅、最清净嘅嘅心咧嚟供奉。咁啊，如果有啲屋企，譬如有啲屋企咧比较宅嘅净系租间房嘅，但系因为自己咧，我有个书台，我又想供奉、想自己读经嗰时候咧，睇住个佛像咧嚟读经咧，梗系咧就觉得自己咧会专心啲，咁咧就要将唔系供奉嘅时候尤其是要休息嘅时候咧，就咧。有抱念咧，就稍微咧拉咗去，咁咧先就唔好俾啲佛像咧就睇住你咧，瞓觉咁所以咧，我哋对于佛像咧，因为佛在世嘅时候，我哋可以亲自恭敬佛陀，但系而家佛入灭啦，咁所以咧，我哋只有点啊？只有佛像代表佛陀的像画像，我们就要恭恭敬敬。所以呢现在呢有些不清楚不了解到呢，就将这些佛像菩萨像或者佛塔像呢有时呢做这些活动人就是那些通告或者那些十嗰啲票上面咧，其实咧就唔系咁好噶，因为咧你做完出嚟，到最后点咧人哋就点会咧抌咗垃圾桶垃圾桶里面咩就乜嘢都污糟邋遢嘅，咁所以咧就变咗咧一种唔恭敬啦。法宝啦，咁法宝咧法宝咧亦都系。同佛宝的恭敬的仪规呢都是差不多，因为为什么呢佛宝就代表佛陀，法宝呢就代表着佛陀所讲的说话，是不是都是如佛在所以呢都是的你打开本经书的就不要好像普通经书除非你是听你是看那些解释，那呢你呢就稍微可以随便一点，但是呢经书呢就更加不可以的好像有些人看经书是这样捡这样捡呢变成经书耐了怎样吵啦接啦变成呢不尊重对法宝不恭敬当然了要读经礼佛的时候也都是同你供奉法宝一样恭恭敬敬洗手洗干净朗下口等等有些在家居士说学了佛之后想说收一些功课不知道
要读咩经好？咁啊，喺度咧就简单啊。你如果随咗自即系随自己嗰个时间啦，因为有啲人翻工啊，有啲人咧啲工好舒服嘅，好多时间嘅啊，有啲咧系啊做屋企嘅工作。咁随你自己嗰个工作时间啊嚟定。咁啊，工作量少嘅，我每日规定一部经啊。最重要嘅，要你时间许可，量唔需要多啊。唔好话啊，我又想读经，又想念佛，啊又想拜忏，我点算咧？哎，一部十行，一日咧读晒一部地藏经。哦，听日咧，哎呀，地藏经太巡啦，哎，读微强经算啦。哎，再点？哎呀！都唔得啦，拜三拜算数啦。诶，咁所以咧，有啲人学法学咗好耐，哎呀，点解咧？自己咧喺佛法上咧，一啲咧自己得益都好似学法同冇学法冇乜分别喎咁啊。咁其实咧呢啲系自己啊未识控制，急进咗啊。我哋最重要嘅。是怎样啊？诵经拜佛礼佛都好，都是要自己乜嘢？提起自己正念啊！因为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要专心读部经啊，念佛礼佛的时候，我们要都要专心啊！因为你要专注个佛号，先至真正是一个念佛。礼佛的时候要观想佛菩萨，这样呢真正呢在这里礼佛，所以呢你有人专注在境的时候看自己正念的时候，这样呢先至呢、哦、真正呢达到呢、啊、学佛的利益的，所以呢、啊、我们随自己那个生活的作息去衡量自己啊个功课啊，唔同我哋哦，我哋出家人有我哋嘅早晚课定咗啊，我哋有自己每日嘅啊规定嘅功课定咗啊，我哋有自己嘅法务定咗啊，你哋有你哋嘅俗务，咁咧你哋啊忙里偷闲，主要功课系为咗咩咧？箍住自己嘅正念啊，箍住个心唔好唔散乱啊，要有一个恒心。我哋修行一定要点样发一个长远心，长远心就系靠自己恒心。咁啊，所以功课系规定自己恒心、长远心，呢个系我哋啊修行之一。咁所以咧啊，礼佛拜佛，随自己嘅日常生活嘅运作。咁咧啊啊，而记得咧，读完经之后咧。我哋都做一个回向，或者啊，我咧每个日嘅时间唔同、哦，啊，我朝头早咧啊时间少啲，啊夜晚时间多啲，或者朝头早时间多啲，夜晚时间少啲，咁咧分开时段，咁啊系咪做两次回向咧？唔需要噶，啊，我哋可以时间容许。念完法诵完经回向又得，时间唔容许嘅，到最后夜晚嘅时候，啊，我哋咧就做一个回向，啊，回向嘅偈经中有好多，啊，有诵经功德殊胜行啊，有好多，啊，简单啲嘅，啊，将呢个功德啊回向俾法界一切众生，啊，希望法界众生咧同样都能够点样啊？业障消除，福慧增长，啊，咁样咧，就啲功课咧就唔需要太逼迫自己，啦，法宝啊，法宝，跟住到最后增宝啦，增宝，我哋点样去敬增宝咧？啊，经上讲，凡系剃发出家嘅。
俗家人见到都是要呢有一个恭敬心所有出家人我们都要当是师父师长一样恭敬因为佛在世时佛陀就是我们的师长师父佛入灭了唯一代表的就是呢增补因为增补呢就是呢弘扬佛法将佛教呢弘传下去的咁所以所有出家人唔係淨係你哋嘅皈依师受戒师系嘅师父所有出家人都要呢当係自己嘅师父师长一样恭敬冇分别心平等心所以去到寺院里面呢佢会供养三宝供养僧宝就有个箱为咩呢就是、为咗要你哋居士呢我喺个平等心冇话呢我见到呢个师父哦我呢同佢有缘就俾大风大大事这个跟他好像缘浅一点不给人不好意思给一点佛教呢主张平等众生平等所以呢供养增补也都是一个平等心供养呢我们对于这个三宝有时呢有些居士呢会个恭敬心不是咁恳切嘅。咁有啲祖师大德呢就总结嚟讲呢就係呢啲初接触佛教未深入了解佛教呢啲居士们呢可能他们的心呢就呢未能够深入去佛教理解来到佛教接触到的是因为某些因缘当自己很失意的时候接触到佛教觉得一个安慰一种奢求好像呢求神拜佛咁自己呢在佛前呢不是求消除业障求呢出入平安我子孙呢有福这些呢就不是一个正信未明佛教真正道理的只是当佛教呢是一种闲事娱乐所以呢虽然呢信佛的人就很多但是呢真正懂得佛法的真正呢想去了解佛教的道理的人呢就不是那么多我们看看佛教里面的活动哇如果办那些旅行放生有活或者哇少林寺落来表演哇啲票买到呢抢咁滞。如果讲咗我好记得呢好多年前声闻大师嗰时候第一次嚟香港轰动红馆。嗰时候呢因为点呀有表演呀。哇之前有好多表演高朋满座渐渐呢一年比一年少。因为呢多数嘅人呢都是呢喜欢呢参加这些有兴趣的活动所以现在呢多数呢搞这些比较有特别一点的禅修去到呢带你们去到山林里面去静坐去经行要有些特色的如果死死板板叫你去道场那里只是得念佛坐在那里念念完呢就坐坐完呢就行呢就觉得好闷啊。
所以呢啊，我哋真真正正啊，成为一个三宝弟子呢，要了解佛教呢，要点样啊？多听闻佛法啊，听闻佛法呢，以前呢祖师大德啊，古来高僧大德，佢哋学法呢啊，比我哋呢辛苦好多。几十年前都仲好啊，有呢录音机，而家呢真係自助啦，上网搞掂。所以呢搞到呢真正会得闲坐喺度听经嘅人呢越嚟越少。啊，某某法师讲经啊，听啊，哦，个法师嘿，佢好多录音带嘅，好多 CD 嘅 ,VCD, 唔使啦，我好忙啊。但係一得益嘅人呢就少咗好多。因为你听嗰啲 VCD, CD, 你可以点啊，喺厨房揸住个餐一路炒一路听。啊，你同人哋倾紧偈喺斋铺嗰度。啊，嗰间斋铺那个老板喺虔诚佛教徒嘅开住啊，以前呢新聚宝啊地牢嗰间太子嗰间。开住嗰啲讲经说法嘅法师讲啊，个电视机喺度播，佢有佢讲，啲人有啲人讲啊，佢又讲，佢喺度讲佛法，佢哋讲世间法啊，所以得益嘅真正佛弟子得益嘅就真系少咗啊。以前点解咁多出到咁多嘅高僧大德啊？啊，以前大屿山啊。好多啲老法师讲经，而家都冇啦。点解？而家老法师都原籍晒啦。啊，嗰阵时候啲老法师学经啊，俾我哋嗰阵时候听去学经，已经系啊冇咁辛苦。佢哋嗰阵时学经呢冇录音机，那个老法师教他们学经教的法师呢不准他录音，要当场去听，用心去听，好像你这样去听我啊，听完之后呢当场听的时候没得眼瞓。为什么啊？你们又可以合眼瞓啊，那些法师没得眼瞓啊，因为啊听完之后呢下堂要复讲啊，你够得合眼瞓啊。所以到我哋去听嗰啊法师讲经嘅时候咧，佢哋有录音带啦。因为佢哋听完之后啊，录咗音落嚟，佢哋要下一堂讲。所以啊，栽培咗好多法师出嚟，但系咧渐渐渐渐。一路没法，而家冇啲法师咁栽培啦，所以能够啊讲经说法嘅，真正啊，好似以前嘅老法师啊，讲啲五重玄义，一步一步讲啊，已经系少之又少。而家只系随自己嘅啊心得啊睇啊，嚟将嗰部经咧。演绎出嚟，以前的老法师讲经呢，他们这样用功，这样来辛苦学呢，其实是非常之好的。因为你们听完之后不要说回去，我相信你们出了门口之后刚才讲过什么，大略记了少少的，但是记了多少呢？不会完全记到的。但是以前的老法师他们这样逼住下来呢，他们要复讲，他们有压力，要交功课，好像读书一样要考试啊，要堂堂测验啊，你说有什么办法他们不记得下去呢？
寄到落去对自己有利益。我哋点解会被妄心妄念所转呢？就因为点样啊？时时记唔到啲正念啊，记唔到啊佛法里面讲嘅因果道理啊，啊，所以咧时时俾个境转咗，学唔得自用啊。以前呢个法师讲经，佢哋要复讲嘅，诶，不但止能够利益到啊众生啊，佢可以将佢讲翻出嚟，利益到众生，而且仲点样啊？利益到自己，因为佢要讲嘛，佢讲佢一定要理解嘅，唔系点样讲翻出嚟啊？啊，有唔明嘅，大家同参道友仲会怀疑问噶、哦，啊，好大压力噶、哦，啊，佢哋唔明就会问噶、哦，啊。老法师在台上听咧，仲会听住喎。你讲错咗，佢同你讲嘅啊道理咧，佢会问翻你转头喎、哦。吓、啊，所以咧深刻好多。咁无形中咧，佢嘅佛法咧喺个拍识田中咧啊种得更加深。咁啊，随时咧都运用到啊，一来咧。对佢云法方面咧，随时有众生嚟问嘅时候咧，哦，台下有边个问咧，都可以答到啊。咁啊，而自己当遇到境嘅时候，亦都随时咧都能够应付到。咁所以咧啊，我哋对于佛法真三宝咧。都要咧恭恭敬敬啊，所以有啲人话：，诶，哦，有啲新闻啊，前嗰轮有新闻啊，对于佛教出家人有一段批评，我哋应该点样去对待咧？啊，我哋做啊不同嘅身份，应该点样对待咧？你哋居士应该点样对待呢啲事情咧？在经上面讲，只要他是提了法受了戒的出家人披上如来袈裟，我们任何人、啊、都要呢对他呢如导师的相、啊、如果因为自己的妄念而对对方呢又打又骂呢，经上面讲如怎样、啊、如出佛身血啊，是堕地狱的。咁所以呢啊，我哋见到任何啊嘅出家人居士嚟讲，要知道自己身份系护法，护法系护持佛法，护持佛法系要佛法兴。如果你将个出家人个恶业恶行由你在家居士去啊宣扬嘅话，令到佛教点样啊？令到佛教咧俾人批评嘅话，自己会招罪啊！因为咧啊，出家人有佢自己嘅僧团啊，有佢自己个因果。会自己负担、啊、如果我们去批评、啊、居士的去批评，有时居士之间他们有他们的习气、啊、对于我出家人是真与假自己看不到的，会、啊、不知道对方是毁谤、啊、真与、啊、与假自己唔知道，咁咪变咗自己做咗业啊！咁所以咧，慎重起见，亦都守住自己本分咧，最好咧就唔好妄加批评，唔好去做口业。如果呢啲犯口业嘅居士，佢哋打住佛教嘅招牌啊，
嚟毁谤佛教，或者是揭露佛教的出家人的罪业呢，他们是不守本分，亦都不知道自己那个居士的身份。这些呢他们自己是招恶业，自己亦都不要为他失去退心，哎呀什么佛教这样的，哎呀什么这样的。一个团体里面都有好与坏，一棵树里面都有枯叶，枯叶是吧，都有好的树叶。所以自己管好自己，不要 去犯个口业，因为自己都不知道那件事的发生，或者是什么事的真与假，自己的责任不是自己的，千万不要去批评，也不要去失去道心。对于那些有些人说好像很多年前有某位明星出了家后来还俗的，那有些人或者带个鄙视的对他也都不需要，因为我们佛教是讲求自由的，每个人有他的想法他觉得我守不到这个出家人那个身份那个戒律去还俗，这些有他的自由总好过他又守不到跟着呢就在佛教里面呢就带着个出家人的身份跟着呢欺骗啲在家居士咁呢要佢哋呢供养，咁样呢反而呢呢种呢就佢哋呢无惭无愧嘅更加弊。所以对于出家人守唔到戒嘅佢还俗，我哋呢都唔需要一个鄙视心，佢如果还俗嘅都係一个佢有一个惭愧心觉得我自己守唔到戒律，咁呢我呢不如做返一个在家人身份护持佛法也好做一个居士，好好自己修也好。总之我哋每一个人佛弟子尤其是居士呢，对于三宝呢要恭敬。喺经上面讲佛像方面呢如果你对佛宝不恭敬呢，善神呢都会离开。在一本杂事经里面讲在过去生呢在拘奴宣佛入灭了之后，当时呢的国王呢就信佛的是佛教的大护法，所以呢他就派人就起一个好大好大的佛塔，咁呢就安奉呢佛陀的舍利。咁当时呢有位工人，咁呢佢就喺度起个塔嘅时候呢就睇住个塔做咁大个塔，嗰啲舍利咁细粒，做咁大个塔浪唔浪费啲呀，哇七层咁高几时先做完啊，咁样。咁呢个心呢就起咗一个呢厌烦嘅心。咁呢一路一路咁起。咁起好咗之后呢一个工人呢睇到个塔起好咗，哇好庄严。个心呢又生起悔恨心，哎呀真係自己呢嗰时候呢真係个心呢真係唔好啦起个塔喺度觉得好烦好厌，佢就呢
将自己咧啲工钱就去打造咗个金铃，啊，发起个欢喜心，咁咧就将佢咧就供奉喺塔顶上边。咁呢个人咧过咗身之后咧，佢因为佢当日起个塔嘅时候起个厌烦嘅心咧，所以咧佢咧到去出生为人嘅时候咧，佢咧生得咧好矮细，好似猪咁啊。咁但系咧，佢亦都因为啊，佢曾经啊供养过呢个金铃喺个佛塔度啊，所以咧佢嘅声音咧啊好好听嘅。咁所以咧，如是因如是果啊，你发咗个恶念，种咗个种子就有恶报啊。你有个善念，亦都有个善报啊。所以咧，我哋人里面都睇到噶，系咪啊？有钱又好，穷人又好，有钱嘅未必快乐啊，穷嘅亦都未必唔快乐啊。每个人因为乜嘢啊？因为嘅善恶报有唔同嘅苦乐嘅果报。咁而点解啊？我哋对法宝咧又要好恭敬咧？因为经常讲咧啊，我哋世尊释迦牟尼佛过去生求法啊，系舍身嘅啊，将自己生命都唔爱噶啊。经常面讲啊，我哋世尊释迦牟尼佛过去修行嘅时候啊，因为修行成佛唔简单噶，经常讲我哋要修行咩三大阿僧祇劫啊。咁本来咧，我哋世尊释迦牟尼佛俾弥勒佛咧，啊，弥勒佛系未来佛啊嘛，系啊，我哋世尊本师释迦牟尼佛嘅下尊佛嘛，啊，当来下身弥勒尊佛嘛。本来咧，其实咧，佢啊，世尊释迦牟尼佛咧，应该咧仲比弥勒佛仲迟嘅。但是因为呢而家我所讲低嘅呢个故事呢，佢因为呢个因缘呢就俾弥勒佛呢就早咗成佛。因为我哋世尊释迦牟尼佛喺过去无量劫之前呢曾经系一个婆罗门。婆罗门呢是佛教嘅婆印度嘅婆罗门呢亦都系一个修行。人嚟噶，佢所以里面佢哋嗰个教婆罗门教，亦都系一个，亦都系修行嘅道士嘅。咁佢系一个婆罗门，咁啊，亦都系修清净梵行。咁啊，有一日咧，佢喺山嗰度咧就打坐，咁啊打坐打得好好。咁当时咧。有个天神呢他经过看这个婆罗门修得挺好的，他都因为呢天人呢有他的神通的，看这个婆罗门呢都修行的心切很高，就想考验一下他。这个天神呢就化了一只罗刹，咁啊，经过佢嗰度，个罗刹飘下飘下咁，咁啊飘下飘下就讲啦：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猛咁就讲。咁呢个婆罗门一听啊，佢因为喺度打坐静坐思维，咁佢听咗呢首偈：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啊，一切法都好无常。是生灭法来的，我硬是觉得还有的，应该一切法无常是生灭法，那究竟是什么呢？
是要讲啲咩道理呢？啊，呢、这个罗七佢一定有啲啊境界啊，咁所以咧佢就落咗座，你求佢讲啦。咁呢个罗七咧就话：哦，你求我啊，我只系讲咗半首四句。咁啊，讲咗两句，做两句，呢两句好宝贝嘅。我而家咧又肚饿，你除非你啊供养我，我咧要食人嘅血肉。咁当时呢、这个婆罗门就话：哦，得，你食我唔紧要。但是呢我要听咗先。我听咗领会咗。我就啊还俾你啊俾你食我嘅血肉。咁当时呢呢、这个罗刹呢就话真嘅，佢话係。好啦，咁我就讲俾你听，但是你要守诺言喎，佢话得得得。咁呢呢个罗刹就话啦，生灭灭矣，寂灭为乐啊。啊，咁咧，世尊释迦牟尼方士婆罗门咧，已经收到咧好高境界，所以一听到就即刻领悟到。咁咧，佢即刻咧爬上棵树，因为佢手落完就想跳落嚟，啊，跳落嚟，咁佢先可以咧啊吸佢血，食佢肉。咁当时准备跳落嘅时候，哦，这个、呢个罗刹咧，即刻咧现翻个天神嘅身啊，好感动，即刻顶礼啊！哦，由此呢个原因啊，我哋世尊过生嘅时候，为咗求法舍生啊，行呢、这个啊太菩萨嘅行，所以咧。超越咗我哋弥勒佛祖成佛法啊，求法，我哋历来祖师嘅高僧大德啊，好似圆庄大师去求法，系咪经过九死一生啊？啊，电视有播啊，我哋睇。真正的啊，圆庄大师去求法啊，仲有好多历代祖先大德啊，慧基大师啊去求法，好多好多当时的出家人远去西方求法，都要怎样啊？经历九死一生，不是个个可以生存到的。所以法宝啊，是非常之啊稀有难得的。所以呢，我们对于法宝今时今日虽然呢啊好容易得到啊，啊我们呢都要恭恭敬敬，怎样啊？犹如佛在啊。那经上面呢亦都有讲啊，对珍宝嘅唔恭敬咧，亦都咧招到好重嘅罪恶。喺《言语经》咧有讲啊，佢过去生喺迦摄佛嘅时候啊，有位青少年，佢咧知识好广博，咁啊通晓晒咧啲天文地理啊，乜都识。咁啦，所以咧，佢妈妈咧就觉得噶，我呢个仔好聪明啦。佢话你咧真系辩才咧无碍噶啦，咩都咧啊冇办法辩到你啦，咩人都。咁当时呢个青少年咧就话：我听讲话咧啊，仲有佛法咧
都好深奥噶。我咧要去学习，睇下佛法嘅道理点样深奥啊！我有要想要超越佢。咁当时咧，佢就去出家去学佛。咁学下学下时咧，佢因为自己嗰个傲慢心，咁啊成日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咧佢时时咧就同啲出家人去辩驳。啊，当啲出家人咧驳唔到嘅时候咧，佢就咧咒骂佢：，哇！你咧似个某某啲畜生啊，某某啲畜生等等。咁所以咧，呢、这个青少年到咗好耐好耐之后，佢就堕落咗啦。到迦摄佛出世嘅时候，咁有一日咧，迦摄佛咧就同佢啲弟子就经过个河边，当时个河咧就好热闹，因为成堆人咧就喺度咧拉紧咧一条好大好大嘅鱼，而嗰条鱼咧行埋去一睇咧，原来咧好多个头嘅。当时迦摄佛就同佢弟子讲，佢话呢条鱼啊，就系、是、过去生，就系、是、咧用佛法啊去咒骂，去咧闹佢出家人啊，所以啊，佢今生咧招感到咧啊。多头啊嘅鱼啊，嗰条鱼咪一个头喎、啊，仲有啲啊其他畜生喎、啊，啊佢闹个嗰啲出家人咧，啊你个煮个猪头啊，煮个牛头啊，马头啊，全部咧就生晒嗰啲畜生嘅头出嚟，去受呢个报。咁所以咧啊，对于佛法真三宝咧啊，我哋要。小心，千祈咧唔好咧去犯呢个口业。咁喺忏文里面咧，提起呢个忏悔心咧，要我哋忏悔咧，都会睇呢个惭愧嘅、哦。啊，好似卷下忏文有讲啦，经中说有二种嘅，啊有两种建议。一者咧不作罪业，自不作罪就不作罪业啦。啊，唔作罪业嘅，使唔使忏悔啊？从来冇作过罪业嘅，唔需要去忏悔。啊，呢啲啊，真系圣人啊。啊，咁第二种咧就作以能悔。啊，呢、这个咧就系犯咗错，但系咧知道悔改，誓不更做，唔会再做嘅。呢啲咧。就是呢啊忏悔啦，讲忏悔啦。咁又云有二种白法，就是能为众生灭除众障嘅。呢、这个系乜嘢呢？一者惭，自不作恶啊，自己唔作恶嘅呢个就系惭。二者愧，不令他作啊，有惭愧者。可名为人，若不惭愧，与诸禽兽不相宜也。啊，忏文嗰度想咁讲，哦，有惭愧嘅先可以称为人啊，无惭愧者啊，就咧与禽兽诶差不多啊，所以有啲人咧啊，哇，啲人啊真系咧冇晒人性咧，哇，禽兽不如啊！即系呢个人咧，已经失去咗人性啊！咁呢个惭愧同忏悔有咩分别咧？吓，忏悔咧之前咧讲咗好多啦，咁所以而家喺度简单讲一下惭愧啊。
惨的意思就是说、哦、自己做错了事，心里面呢很难过，好像有些一般人所说的良心责备了。我们如果人呢懂得惭愧呢，就不会去做坏事、啊、因为为什么受到良心的责备、啊、心里面不安乐，所以呢、啊、这个就是惭的意思了。而愧呢、啊、就是、啊、觉得自己做了事了、哦、自己发觉到、哎、有些不安乐，有些难过、啊、人家批评你又觉得自己、啊、不好意思了，所以呢、啊、再也呢不敢呢去做坏事，自己知道对不住人家的称为惭、啊、自己知道对不住、啊、自己知道对不住自己的就称为惭，自己知道呢对不住人家的就叫愧了。咁所以呢啊佛教里面讲呢无惭无愧呢呢种人呢就啊非常之难救㗎、啊、你有惭有愧呢仲有改过一日、啊、如果你无惭无愧呢有冇改过一日？冇啊，因为你都唔知道自己错。咁啊所以啊佛法里面讲，当你做了恶事的时候，你不是因为你、哦、自己不知道自己错，或者、啊、做了错误被人知道，你就不需要负一因果。佛教里面讲，因果同三世的、啊、当你伤害了众生的时候、啊、只是时间长与短，冤亲债主都会追你的，好像、啊、这个水贪的缘起是不是五达国师追了去千几年了、啊、十世为高僧、啊、都逃不过，到最后呢、啊、因为自己的失念、哦、而呢能够得、啊、这个冤亲债主呢有机缘、啊、报仇、啊、这个人面疮的果报、啊、所以、啊、我们呢一定要呢自己呢、啊、事事有这个、啊、警觉心、嗯、有这个惭愧心都要有。那这个惭愧和忏悔呢、啊、有什么的分别呢？惭愧呢和忏悔都同样是有、啊、改过千善的意思，同样是有反省作用、啊、忏悔、啊、向佛前的时候、啊、觉得自己不对、啊、忏悔、啊、惭愧、啊、觉得自己做错、啊、都是忏悔，都是有一个反省的作用。而忏悔呢分别就是它是一种忏悔一种形于外，他是觉得自己、啊、有过了，愿意去承担而去改正。而忏愧呢他是发觉了自己有错误，是一个反省的作用。所以、啊、忏愧呢就是反省自己身口意三种行为，从而呢注意了解自己去反省，咁样结果呢是能够令到自己改善修正。咁忏悔呢佢而得到呢个感应呢就是呢啊越虔诚嘅你嘅业障呢越早日消除。咁好似有人话唉，点解我时时呢发起个忏悔心呢都呢好似呢个业障呢都得唔到呢啊佛菩萨感应呢啊慢慢咁消除。呢啲呢我哋要睇下自己个心够唔够诚。
所谓呢，你心诚呢自有感应。我哋忏悔同忏悔心个作用系要做咩呢？系要净化我哋嘅心。我哋能够令到我哋做人处世喺我哋生活之中人与人间相处之中呢，能够祥和呢，都要呢靠我哋点样时时呢保持一个谦下谦卑嘅心觉得自己呢不如人觉得自己呢唔够做得好。咁有一个惭愧忏悔净化自己嘅心嘅力量。咁自自然呢就会得到咩就到得到呢这个我哋嘅心平和周围嘅人呢因为你嗰个慈光嘅摄照呢个个呢都能够呢心呢好平静。而呢你个磁场嘅光环呢照耀之下呢佢哋呢都会呢同你呢相处呢觉得呢好开心好自在嘅好似我哋睇一样嘅。我哋睇嗰啲呢好开心嘅好欢笑气。哇我哋咪自然个心情轻松心情愉快。哇我哋睇恐怖戏或者睇打斗戏呢个心情又紧张。我哋睇嗰啲呢好勇好狠哇我哋心情呢自然好逼迫。咁呢影响到我哋嘅情绪。所以呢我哋保持一个祥和嘅心。咁而喺我哋未解脱之前喺个六道里面轮回呢都系由于呢自己个业所牵引住㗎。喺呢个宇宙世界里面呢都系由于我哋众生嗰个业力牵引住。所以呢就呢个有呢、这个六道里面呢存在。咁呢个六道呢大家都知啦天道人道阿修罗道饿鬼道畜生道地狱道。咁我哋肉眼睇到嘅人道畜生道而天道阿修罗道鬼神道乃至地狱道呢睇唔到。但係睇唔到唔係代表肉眼睇唔到呢就唔存在。好似我哋地心吸力睇唔到存唔存在都係存在啦。咁所以我哋修善嘅就会喺善道，修恶嘅就会堕落恶道啦。咁呢一个呢就係我哋呢嘅果报啦。咁喺三障之中呢烦恼障、业障跟住呢最后报障啦。咁呢这个报障呢就因为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呢我哋留待呢农历年嘅明年啦预祝大家呢新年呢如意吉祥福慧增长。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